们的水缸有条鱼嘛，那个鱼它就游来游去，它从鱼缸里看看我们这个房间全是水。你们看不见，假装新闻。他看过来就全是水啊，就是，但是他游不出来，他觉得这全是，因为他透过水看，这全是水，他觉得这很大，这个水。但是你他是本能的一些东西嘛，他但是游不出来。但是你问他说，你相信、没有我们不用泡在水里的可以活吗？他说不相信，他不会相信你不泡，他必须每天就在水里，没有水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水，没有水是不能活的。就是说我们人不是每天泡在水里的，我们也可以活，但他不相信这件事，因为我们也是泡在水里的。然后我说你假如我跟他对话，我说你愿不愿意做人，说不愿意。你说那是，我说人力可以不需要每天泡在水里就可以活得很好，他说那有什么乐趣呢？你不在水里有啥乐趣呢？是吧？这鱼的认知啊，我们人力也是，我说哎呀，你可以不在御界天去做那些事啊，你就可以，你也可以活得很自在啊，有些是吧？那有什么乐趣？生命不同，等级不同，但让你做鱼你肯定不做，鱼也不做你，就是你局限在自己的生命认知里，你就觉得他鱼是说你不在水里有什么好玩的呢，你都不在水里，你有什么好，有什么乐趣可言呢，是吧？水才是乐趣啊。人家我们比如说吃喝玩乐才是乐趣啊，你不吃喝玩乐食色性也，你不玩，你怎么就有什么乐趣呢？人活着不吃肉有什么乐趣，是吧？有什么饭跟着是，他们说嘴里带出个鸟来，没有情感怎么有什么乐趣，是吧？这一样的哦，他没水怎么有乐趣？他理解不了人力的境界，人力也理解不了，但人力是也理解不了鱼的境界，但是人力是不屑于理解鱼的境界的，天人也是不屑于了解我们的。一样的嘛，等级不同，相比较我们比鱼更自在，因为他的命运操控着我们，是吧？我说其实我们真的是蛮麻木的哦，这个你看就像鱼啊或者鸟啊，他们其实是有思维有情感的，只不过他是本能的一些反应，就是但是我们竟然会吃掉它。就是你可以跟鱼啊鸟啊对话或者是什么，但是你吃的时候仍然可以吃掉它，就好像觉得这件事他恐惧他有感情又怎么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天经地义的，好像他就是我们在盘里边为我们吃而生的，好像那就是我们从小就看着屠宰场很多羊啊牛啊被屠宰的时候，我们习惯了，就是到习惯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开始麻木了，我们不觉得，就算你就是，然后他被烤了，就像那条鱼，他跟你聊天，然后他被烤了放在盘子里，你照样也觉得能吃，那也只是超度超度也吃了，对吧？就麻木嘛，这个人力的意识就麻木，就觉得这个好像很正常哎。但是我们不习惯吃人嘛，就是你看的那个野人啊，也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，原始部落把人烤了吃，我们就很不习惯，觉得哎呀这太野蛮了。是真的是有啥不同的，是吧？觉得烤人是太野蛮了，但烤其他的东西有时不也一样？我们也默认了，好像也很麻木，大家无动于衷啊。现在这边放着一排烤鸭、烤猪、烤什么，大家其实是心里没什么感触的，就是默认，就是觉得就这个挺正常的哦。烤猪、烤牛、烤羊是吧？放一排烤牛排是吧？西餐有时候的，你觉得也很正常啊？啊，那只牛有感情又怎么了？没跟你对话又怎么了，是吧？你也照样吃掉它，你把它吃了哦，真的是挺厉害。想想这么麻木，脑子习惯，就好像理解应该就是说惯性习惯了，关键时候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，就是就从小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生存嘛，肉食植物食肉都吃嘛，就这样习惯了，习惯就麻木了，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觉得正经了。
它如果要是对照那种，它就有一种情况，如果说自己家养的宠物，尤其是猫狗，狗有感情，对，它就是因为有感情，它建立这种感情，而其他的东西就会觉得跟我没关系，没感情。但是你那样，你烤个人你肯定吃不下，觉得是同类吗？你就烤个别人你也吃不下吧？你没见过的，啊、你不习惯，你没有这种同类吗？你没有先例，从小如果你生下来大家都在烤肉吃，你可能也麻木了。说抓住谁，我饿了抓个谁过来就烤了。对，还真会麻木的，一不小心就被人烤了，一不小心就被人烤了。对，是这样。就是概念里就建立起来的，这个东西可吃，对，那个东西不可吃，就建立起这种概念。老师说的特对，分析特别对，就是活在活生生的吃了，哎呦，活生生的吃掉，没有感觉，真没感觉。这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没感觉的，对地球上的很多动物生物没啥感觉。其实地球上挺热闹的，那么多动植物，那么多生命。熙熙攘攘的住在地球上，就打招呼我们一生也打不完，然后我们是挺孤独的，挺寂寞的。我们看见了就是把它拔了吃了，把它拔了吃了，把它割了吃了，把它杀了吃了。